我们要去高雄分享美发人现在必学的课程数位行销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， GO！学到影片的剪辑，然后跟修图，然后还有放那个浮水印，我超想要学那个的。很多实用的小技巧，拍摄影片啊，po文跟如何更吸引年轻消费者的目光。然后影片剪接，然后一些摄影的技巧，然后跟如何去找一些关键字，怎么修改照片，还有它的色调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方面很难。怎么让自己的贴文变得更有趣味，吸引到更多的人，还有一些影片的拍摄技巧。我们上课可以吗？什么？上课可以吗？ OK 啊。我不要指望我会讲什么好话。好啦， OK OK， 拜拜。